萨斯人，你们挑起的战争只是一场小打小闹，真正的战争还未到来。游走于刀尖之上，真不知道吗？他应该是点了双刃剑。速战速决吧。瑞兹是就为数不多难刀后期杀不了的人，这英雄后期很肉。先挂，就是学了二级 W， 我们买的是药品，要先扔一个小兵血器，再扔 W， 不然两次 W 是不够的。看这个后排兵，啊，正好151。出门腐败药水，这一波兵是必须要有小兵血器的，不然缺一点伤害。刚才给了小兵确认器，正好就是一半的血量。我从不妥协。不长了，细节决定成败。炮车现在正好回家，对面这个阵容这把不好打，猫加凯隐。速战速决吧！你的愚忠对我来说，休整毫无意义。你懂我吧，红哥。你怎么不懂我呢？什么？那你自己怎么办？不慌的，卡着被动最后一秒，一个 Q 闪 A， 收下。只有傻瓜才有勇气而现身。
看不知道，这一看我才发现这劣势这么大吗？全员劣势啊！这把不简单了。好配合，标记一下。游走于刀尖之上，带不走他们，就不知道怎么了，我好像崩了。追追呀，你的愚忠对我来说，你们不追那我岂不是兄弟闪攻。还有点不敢操作，黑兵吧。你们先发育，有我在输不了。只有傻瓜，只要你们不送。从不妥协。先来，先来。错过良机了呀！别说了，你不知道我的阴影有多大。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。你也不知道我承受了什么。
他。格局，格局呢？两个大人头我都没有。好难！组合起来！别害怕呀，释放他们，活不长。来吧，无闻的召唤，把他们砸碎。说实话，这波没有恐惧，他好像是死亡飞刺。这是个零次，我刚才的伤害应该是够了。红凯。这不拿着顶配顶级配置在玩蜘蛛主牌纸牌吗？逆天呢？这样子被拉扯吗？有猫，然后他带了黑暗收割，变成了个红凯，逆天了。蓝凯现在有这么不招，这么不待见吗？兄弟，有事好好说，听我解释啊，听我解释啊，你们要死了。
我都说了，不要追我。怎么就是不听呢？这一点都不慌的，甚至我还想再吃几波兵。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。对面上路十二级，一会儿是个，应该是个问题。这把他们的猫能跟的人太多了，他的选择好多。兄弟，万万不可！现在这把游戏，此时此刻由我接管。夜之风刃出来就不怕了，前面我还会怕一下，上去被他们反控。兄弟别慌，有我在。W 爪刀克烈 Q 海影。这波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克烈杀的凯隐，哼，兄弟，有这么极限吗？我以为他到家了，没想到就在下个路口嘛。我现在百分百参团率啊，15个人投11-0-4。东哥，我到家了。
录制呢，各位，录制软件开了没？我没开。不慌的，甚至我还想，要不再送他们一个呢？我这100%参团率，这不死，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